哟，大家，今天有没有觉得我非常的不一样呢？就是我今天没有戴眼镜啊，然后我是戴隐形眼镜，这是我第一次戴隐形眼镜。然后我刚刚戴隐形眼镜的过程简直是超级无敌的痛苦，我戴了几乎一个小时才把隐形眼镜戴进眼睛里面。所以为什么要戴隐形眼镜呢？就来到今天我们的 vlog 的主题啦，就是我想要去学化妆，所以今天我会跟着一个 Johor 的化妆师一起去学化妆一天，然后今天这个 vlog 也会顺便记录一下我的一天啦，所以跟大家一起去，耶、yeah!这个就是我上完妆过后的样子啦。大家觉得上妆前比较好看还是化妆过后比较好看呢？可以让我知道哦。这是我第一次化妆，然后不是完全都是我自己完成的，就是有一半是我老师帮我，然后有一半是我自己去完成的。好不好看呢？我们等一下去免费吃东西，然后顺便再拍一点画面给大家。 Let's go。So, 这个就是我们的晚餐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去打包soy nest 的那个豆腐花，然后你看满满的料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同事跟我说，他说这间凉拌菜的饺子特别好吃，然后特别正宗，就是中国那一边的老板娘也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们就叫了这一个看好不好吃。哇，这个辣椒看起来超赞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临时煮的米色的，因为怕不够吃，耶、yeah ！一定要配他给的辣椒，尝一口，这饺子很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它的辣椒给的有点少，我们才沾了第四个，他就已经升降手了。Thank you.